是曾经呢是铁，哦对对，他要弹我的琴，对不起，曾经是铁花村的员工，那他后来就另寻高就，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过得比较好，他等一下可以就是再做介绍，他叫饶克，我们掌声欢迎他。好。如果我有打疫苗，就可以脱口罩。有，我有超过14天。你看，所以呢，你们要打疫苗。我们来调查看看，我们现在这个场域的那个接种率，还没打疫苗的举手，一个，两个，还没打疫苗两个，哦，那我们接种率应该有90嘞，好棒。那我们可以脱口罩啊，哦，只有舞台上的啊，所以你们要去报名啊，为了脱口罩，什么都可以。那我们就先唱一首，BJ Plan 好了 ，BJ Plan 一首，Angus and Julia Stone 的歌，安格斯以及茱莉亚石头。很久没谈了，是这样吗？I wanna hold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